我决定了，我要买这个机器人。慢着，我要买这副弓箭跟机器人。不行，是我先看到这副弓箭的，我两个都要。哈哈，你别想插队啊，老兄，我先看上的。谁说的？我说的，我要买。我不准，我偏要。等等，你们真的愿意花那么多钱买这些二手货？敢卖这么贵，一定是行家想收藏的稀世珍宝。怎么会这样？粗暴啊！这玩具我谁都不卖，因为你们太幼稚，不配玩这些玩具。胡说八道，听你胡扯。好啦。